配合马来西亚国庆月，甲栋大爱幼教老师设计了21天挑战运动，让小蛙在家参与。由于在这个网课期间呐、孩子们呢都非常少机会的参与这个肢体活动，把身体照顾好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也能够一起和大家呢爱国力行，一起落实爱国力行的精神啊。在家长的陪伴下，孩子每一天需完成学习动作，提升大脑与身体相互协调能力。因为每一天重复做同样的动作，他自己也抓到了那个技巧，完全没有用手，即使那颗气球 掉在地上，他还是拾起来丢了又继续顶。发现到新妍做了这一组第一组的这个运动过后，就是他的脚，他比较意识到他的脚，就是我们跟他讲说脚要站直啊，要合起来啊，然后不要歪翻或者是不要弯着啊，这样子对他的脚比较会有注意，或者是有感觉啊。透过活动让新常态下的孩子们身心得以健康成长。麦带侯佩斯黄俊成吉隆坡报道。